地啦，吼，墓地就是千几块啦，吼。啊，我来讲话，今仔就最后一天啊，我仓库拢无啊。昨落，我总共仓库我去百二三地，昨早六十地，今仔早只就是拢无啊。一千三要借1000块。一千块有人要借无？1000块加一台去。有。一千块有人要借无？啊，一人加十地等于啊，1000就好了。1000哦。1000块有人要借无？再借你啊。再掉你啊！1000块无啊！1000块怎么借？今天最后一天啊，三百。1000有人买啊无？套期的185的，拢有啊吼！啊，这我讲真的吼，有当时啊摕这个料，我嘛是真唔甘啦吼。啊，不过真正有当时啊拄着啊，吼啊，我甲恁讲一个重点互恁听。这间公司你会当打电话去，吼185的，这间做有名，全台湾姓有名啊，这大家拢知影。我这间公司从来无咧叫机器人的。我唔是专工叫这种纯高工、纯八工来卖你，我无咧做这种、個，我无咧卖这种物件。咱拢叫正常的啦，真正卖了无啊，蹲地啊，我起来现场了哩。啊，我安讲，今仔你若卖最后一工，你起起来，这个八工吼，你着八工你食了才你卖上，才够哩。全部四个人客了啊，这地块啦，这全部13地啦。我跟你讲啊，14地哦你啊，四个人客你卖上卖了啊。1000块怎么借1000？一千啊！有人要食套钱了牌无？1000，1000块，两下啊，落去吧。后壁一个。来1000块。两下。1000块了。1000块够要借无？拢有啊吼。我来跟你讲，我卖1000块。我来跟你讲，我只卖你1000，我了1000，你敢要信？185都免好笑，你家己去问行情，你家己讲185套住的，你家己去问落啊。哎呀，我唔是起10摆哦，你问袂着，迄个拢问袂着的。哎呀，谢谢哈、啊。来，啊好啊，啊我今仔到这，哦，有够啊。今仔安尼我足欢喜的。我一堂去了，上面我一堂，800块全部都给你，多少对不？来800。你们第几包？要分几包？装一个就好。来，接落去吧，甲讲两句。咱袂当照人家意思行，人家讲一个，咱也甲做人，袂当讲啥物物件拢听人家。这是不变的道理。这八百块，伊啰。来，这半嘛总去，这半较少一点嘛，700，安尼袂要紧，啊免多花到干我这块。600啦。搞有啥物物件袂分啊？我甲你请教一下，我问两项物件，你有兴趣，我加起来卖，若无我就去后壁消失啊。有人要食鸭肉甲包肉贡丸无？鸭肉甲包肉贡丸，你要做啊？你要1000，那我给袂了。我要1000啊！我知啦，我知啦，开玩笑啦，你有要100的无啦？100买当买啊，我也无爱送我贵啊，100块尔，也是可以买啊。反正也100收啦，伊订单你甲收。订单啊，我来买甲收倒来啊。啊，无你都唔好订单哦。是安尼，啊，你就是遐计钱去卖啊咧。我头前啊，我只要全部共个做头前。头前好无？你只要订单就是遐计钱啊。你像人去做冰棒，你加伊嘛，拢唔敢订单。你来阮遮就是安尼啊。你若付完我的规矩，你订单你钱就爱出来啊。100块要来无？是咧，钱收在两个字啊，惊咯，收伊。啊，惊咯，嘛来咯。啊，100块去吧，100块去，无啦。拜拜。无啦，实在我安尼讲啊，实在我安尼讲。谢谢。干地方去个。到底。诶，迄个红包恁买袂晓无？迄个红包恁唔买，迄个红包摕过来。你加你啊。全部600拢无。拢无啊。来，这要吃300了，干地方。最后一个金鸡巴装来300无啊，偷钱。偷钱。我这个红包，我你要吃哦，来你后边包起来，包清楚，你要办。今天包你都全部收了了。最后这个300上面吃，别卖老啊。来300。100好啦，你买2条啦，100啊，分做一半啦。100，我一个。今天红包要吃一句话，大粒的。内底有2包，1包汤汁，1包红包大粒的，上千块钱卖500、400，存起来我有大块新价钱的。200人，来200块上面写200块，红包上面写200。掏钱啊，包钱，掏钱啊！那边啥？啊，100块，100块。来，多少钱啊？好，谢谢。红包给他完成了。无啊，你有人要吃蒜泥无？感谢啦。要吃蒜泥无？要吃鲍鱼无？要吃白饭啊？无？要吃鸡块？要吃龙虾球饭无？要吃铁路排骨无？今仔铁路排骨卖袂出，恁店唔食，恁娘这个上好食，恁爸唔捌存钱，哪有可能有存钱？来，你台下摕起来啦。这边谢谢。你有人要食铁路排骨无啦？这当然真正的啦，300、500变啦，200块钱来啦。200。台下都来啦。
这一搞去啊，搁两个来啊，我会拜托你搞情况嘛，你学落啦。啥物事啊？两百，再搁送你啊。家家都真正了，我拜托真正好食，一条过来啊，一条过来，一条过来，一条真正就好啊啦。两个送来，两个坐，你看两个。哦，两个 OK， 啊，先提钱先啦。好啊。谢谢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那谁买？你贵耶？我买两个。炸锅拢无啊！啊，伊无啊！可以气炸吗？啊？可以气炸锅？这张气炸，气炸绝对有炸。无啊！出来要啥？过来啦！过来，几块钱起来啦？哈！几块？你也不要钱，我你嘛袂晓，我袂变。搞啥物选一锅啊？你嘛要食干贝，要食虾啊？有人要食虾啊？无大只个哦。你对虾有兴趣的手下者，我虾甲割落。有人要食虾啊？无。无啦。好，这几包几块我袂变咯。这几块还落你八十块，比麦当劳吼食双皮两包冻的。我来花你三百，花你几号拢免，最后剩只尔吼，唔来。我跟你讲，你有小朋友，人家你买两包冻的吼，真正的正常会吃，你唔免去外口买。谁人买去外口买？外口有啥物有钱你唔知？一人给两包冻的，我花三百，花几号五免，还落你八十八的几块，全部五个新价钱，一百五十落，一百五就好了。好啊，百五落，百五落。超值，超值。我个花三百五百，拢花百五，花小小价钱个落。百五落，百五。两个，这样三个，八五了，一百五，鸡块，鸡块，好吃的鸡块。八五块，要吃鸡块无？八五。鸡块八五，八五。还要几个？恁怎啊来？手机啊，别怎啊来？怎啊来无啊？不会手机啊，别。我跟你讲啊，恁若怎啊来，可能还无看到我卖这啊。这个物件叫我工具上好一个薯条，这叫黄金脆薯，这一个会切一种的，这一包外口行情百五，两包三百，我来讲。唔免三百二啊，五十免一个两百五。你搞我买二啊，我一包给送你。一个人给三包，遐一个。妹妹，谢谢你，这全部送给你啊，没有了，两百五全部拢给。无啊，谢谢。过来，你食啥？我真正唔捌鲑鱼的，存到咧。大家我抢了了物件，今仔讲从鲑鱼的。虾子啊，虾子怎么卖？都好。你讲咩虾啊咧？啥物食虾啊？我头前咧。啥？过来，我见。过来啊。啊，这里要吃虾啊！我先给你请教一下，你爱吃大只啊，细只啊？拢好啊。请一个，大只啊，细只啊？大你爱吃大，爱吃细？大只。大只啊！啊，你看我送过。这叫马来西亚六批的草虾，哦，这比冰虾好吃。你若要吃，我来讲，这你要吃，这一定要感慨。今仔拢 OK 无？一千咯，一千块。打草坪啊！来上面讲马来西亚六批草箱，一千块啦。这里。一千块，两个就好啊，无啊。你搞要一千块，我搁加一下送你。我只要虾啊，你来吃嘞，无甜啦，无切，你客人，我只要讲。我还讲，我最后搁招一个，无一千上面吃一千。哎，剩下两无。你那边一千，我只要卖你啦，送你啊，报对面一千块，那边吃这个，这个马来西亚六批草箱无？你要什么？你给四两的来。那个。你另外话，你给四女啦，美女对者。阿姊，感谢你啦，我今日存车咧，这个大油尾啊，只要佫送你，只要一千。最后一个四百上面只无，恁无买，你买两下无四百。四百上面只，这马来西亚这只大只的虾，你是捌看过这只粗的吗？只马来亚呢？诶，四百你买袂，你唔好过，我存这两下吧。四百有啷么来无？四百有啷么只来无？好的，啊，谢谢，算了，感谢。你要吃干贝无？干贝去用过。这包干贝最后啊，干贝你若讲要刷大粒的哦，你若中秋节要烘，你即摆先烘冰起来。你莫等中秋节愈我起价，你还要买干贝啦？你睇下给四五个起来，我拼命休困啦。我就七点半讲要休困啦，讲我即摆几点啊？啊，这即摆几点啊？三点。即摆几点啊？我三点。即摆要十点，我就七点半讲要休困，到即摆要十点嘛，啊，你咪惨啊！这干贝大粒的，这铁板烧你用啊，这一包七到五，两包千五，唔免千五，唔免千二，一千块上面吃。来，一包你也贴嘛，贴嘛，当先把你看咯，对不？来，一千块上面吃，一千块。啊，只我讲我听啊，你买一千，我袂甲你拿的。好了，我只包给我拎啦，真正无货的。来啊，三下买买好，一千块尔，干贝大颗的啦。有哪要吃啊？嘛一千啊。这是啥物？三斤半哩啦，真正爽啊！感谢恁的支持啊！三斤半的大斤干贝，三下落啊，一千啦，一千块。一千啊！一千袂无，一千。来一千啦！一个人加买落啊。那无安尼好无？
这两包我肯让阮厝的人吃，收起来。好，今仔先给钱的，你当然卖送几包。今仔日了，两个了啊，一千个，收起来。你两包收起来，身上要吃一千，两个了，一千块。行啊，再要吃大块来干杯。箱啊，皮皮收。这一包，这大包啊，一包干杯，这大粒啊，这一包两包。先给钱，先给啊，两个啊，一千块啊，妈来卖啦，一千块啊，一千块啊，箱啊，皮皮。对啦，包啊，包对面。包啊。我还讲你别给我当去算啊，我卖五包，你别给我算啊，这人工还好吃，我无你卖安尼啊。这边啊。最后一千块怎么没有了？一千。一千哦。我若卖遐货，我无可能安尼卖你。呀，我包的，我包的。我若是卖遐货，我无可能安尼卖你哦，我还讲。把你做啊，好势好势。你还找袂出几挂一挂尔吗？你敢要食牛肉？我摕牛肉起来花无？你要食牛肉无？我来讲，你三条骨剁两支，你拢唔卖，你敢现伫啊？你早来，你免磨长的咯，摕起来画画卖嘛，你讲诶。这三条骨你当然哦，这款咧画咧画嘛，袂要煞啦。你敢有当下来无买着鳕鱼的无？这豆乳鸡这一包一公斤拢无贵嘞，唔免五百，唔免四百，一人买一包四个买落啊，先加钱，足香的哦，两百了。两百。剁两支骨方块两百，有人要食来无？两百。够要吃豆乳鸡的无？两百块，还够有三角骨哦，三角骨嘛两包。豆乳鸡够要吃来无？拢有啊吼，这一包是足好吃嘞，这无贵嘞，不香的嘞，拢有啊吼。美女你要吗？这个真的好吃，我真心推荐。我凭我良心跟你讲，真正有够好吃，两百俩。啊？这用钱的钱的俩，这怎么煮？这就是像炸鸡一样啊，挂车。